好，这个单元我们要来看什么是创造力跟创造式学习。那这个单元包含了四个小单元哈，第一个是创造力是什么？好，第二个是影响创造力有哪些因子？第三个我们要看什么是社会创造力？第四个我们再来看科技如何辅助创造式的学习。那创造力是什么呢？我们一直常常听到许多坊间有许多人在强调创造力，大到说我们又必须要能够发明一些历史上没有看过的事情，或者是小到发明一种新的东西的吃法，那这些好像都是创造力。那创造力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创造力基本上有两种，第一个是历史上的创造力，就是我们讲 Big C， 也就是说在历史上所产生完全新颖的想法或发现，它会影响到人类的历史。各位在心里面一定有很多这一种的创造，包括像牛顿的万有引力啦，达尔文的进化论啊，像或者是说电灯的发明，都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创造。那这些创造都是深深的影响到人类。那可是我们讲创造力的培养，是真的要每一个人都要达到这种层次吗？其实不然，我们也希望学生有日常生活的创造力。那这个叫 small c 小 c 的小创造力，那是就是个人或一个团体在日常生活中不同想法或发现。譬如说我们常常会看见新的夜市里面有新的小吃，或者是说在语言上网络上语言有新的用法，像 ORZ 的用法，这些都是生活上的小创造，那这些也都是属于创造力的一部分。那其实创造力有几个原则，就是除了不一样好笑以外，那还有几个大的原则一定要有符合才能讲这是创造力的表现。第一个是原创性，就是说他的想法必须是独特的，或者是应用旧想法而修改而成的新想法，它必须要有创造性，有新颖性，那符合这种原则常叫它创造力的表现。第二个是它还要是有用的，也就是说独特的想法必须经过社会的考验才能够证实它是有用的，那这样的创造的表现才能知道称为一个是有创造力的表现。所以必须证实是有用而且在社会中被接受了，我们才能说是一种创造。第三个原则是持续不断的投入，那有些人啊，五分钟创造出一个东西出来，我们能不能说它是一个创造力的表现？那其实严格来讲，我们通常会指有创造力的表现是持续不断的投入，就譬如说在个人事业版图的创造，通常要十年以上 的投入是必要的，这是 Herbert Simon 所提出来的十年的法则。那也就是说一个创造力的表现，我们通常会是指他长时间投入在研发一件事情或是思考一件事情，而新想法或者新的产物，那这才叫创造力的表现。那影响创造力有哪些因子呢？其实在文献上有很多不一样的看法。那基本上在创造东西的时候，创造想法的或创造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些基本的因子。第一个是领域知识，第二个是内在动机，第三个是创造力思考的能力，必须符合这三个能力，有三个基本的素养之后，才能够创造出新的东西出来。我们一个一个来检视这三个东西。第一个是领域知识，其实创造基本上它的历程是对原有知识的衍生跟创造，在历史上很少说一个创造是完全从无到有莫名其妙产生出来的，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从既有的东西改造或衍生或是简化而来。所以领域知识，一个领域既有的创造，已经既有的知识是我们创造的根基，很少说没有一个领域的知识，一个人不了解一个领域就能够创出这个领域独特的东西出来。所以基本上领域知识是在创造的基础。但是有一个效能是大家必须注意到的，是结构效能。什么是结构效能？就是创作人通常会，或是一个人的思考通常会走向阻力比较小的路径，也就是说你遇到一个问题，你通常会用你习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去解决。一个概念你通常会联想到你常常联想到的事情，譬如说学习，你就想到学校教室。所以这个结构效能会引导我们联想到我们平常日常生活所知道的东西，也就是说你已经学过的东西会引导你去如何思考一个问题。所以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学会一个概念很难，但是你要忘记学会的概念更难。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用既有的知识去引导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
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舍弃原有的知识，舍弃原有的概念，打破原有概念，打破原有的结构效能，引导我们去走向一个新的思考方式。那我们可以知道，知识一方面是我们创造的根基，另外一方面又会有结构效应，会阻碍我们创造新的想法。所以我们知道，领域知识一方面是我们创造的根基，另一方面也会限制我们创造新的想法。所以在学校里面，我们在传授领域知识的时候，也是对创造人会有不一样的影响。那譬如说，有些很高创意的人，他在学校里面所受的教育是深受其害，像皮亚杰、爱因斯坦，他们在学校的表现基本上都不是很好。那但是也有一些很高创意的人，他们在学校在领域知识上面的习得是非常有帮助的，对他们的创意是很有帮助的，像达尔文。所以一个领域知识基本上对创造是有好有坏，避免我们的正规教育对学生的创造力造成负面的效果。在创造力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生的创造力会陡降，学生的创造力我们量测出来扩散性思考会突然降低很多。那其实这是可能都是学生受到社会化的影响，或是在教育体系里面有一个标准答案，造成学生不愿意去有创造思维所造成的现象。所以我们应该避免习得领域知识形成对创造力的阻碍，可以适当的引入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来避免这种负面效应。例如像师徒制，在科学上跟艺术上都有很正面的影响。我们可以走出一种教学式 的教学法，让学生能够去自己思考更有创意的想法。影响创造的第二个因子是内在动机。内在动机基本上就是指学生自己想要完成一件事情，而不是出于来符合别人要求的一种动机。那创造力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是自我相关的，叫内在动机。那什么叫内在动机？就是关于自我实现，我做一件事情是我真的自己想去完成这件事情，我追求我的梦想，那这些都是出于内在动机，就是关于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另外跟外在环境相关的就是外在动机，例如说学生要符合家长的期待啊，所以很努力的用功读书，那这些是外在动机。或者说他很努力的读书是因为要避免处罚，好，那或者是要获得奖赏，那这些都是外在动机。简单的说，外在动机是出于外在的环境相关加在一个学生身上所造成的，这个叫外在动机。那通常工作的动机或者是一个活动的动机出自于内在动机的时候，学生会有比较大的创造力。好，那所以说我们可以说内在动机是创造的必要条件。高层次的内在动机伴随着适当程度的外在动机，可以让创造人在场域中比较独立自主，不会屈服于压力的影响。那出于内在动机的创造，使得创造人不会迎合环境的期待，也就是说他不是出于外在的动机，而是出于内在自己想要自我实现，实现梦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比较不会迎合老师，迎合家长，迎合外面环境，迎合社会的期待，而做出一个大家都已经能预期的一个创造产品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说，学生，我们应该要鼓励学生出于内在动机去做一件事情，比较能够激发他们的创造力。那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可能大家在从小到大都有经历过这个现象，就是心流状态。那这是一个心理的状态，那它是指什么呢？举个例来讲，可能大家在玩游戏的时候都特别的专注在游戏上面，那你会忘记时间的存在，就一下子时间就过去了。那这是一种高度专注跟愉悦的状态。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会专注在你在所做的一件事情上面啊，所以可以从这个图上面你可以看到一个小朋友正专心的玩着他的玩具模型，那他非常的专注，那他也非常在里面也非常的愉悦。那这个时候他会产生很多高层次的创造行为，像试验啊、尝试错误啊或推理。那这种情况下通常是出于内在动机想去完成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像小朋友在玩一个这个模型，比如一个乐高模型，他是出于自己想要完成这个，而不是出于爸爸妈妈要求他去完成这个乐高模型。那在这种情况下他是高度专注，而且 是高度的内在动机。那如果你选的乐高刚好是符合他的认知的层次，不是太难也不是太简单，
那他的挑战刚好符合他的技能层次，那这个情况下小朋友就很容易进入心流状态。那这个不只是在小朋友玩游戏玩玩具的过程，大人在从事一些心理活动的时候也是会进入到这种心流状态。譬如说我们大学生在打线上游戏的时候，通常也是处于这种心流状态，他是高度的专注跟愉悦状态。在这种状态底下，他是很有创造力，也就是因为他遇到任何问题会打破原有既有的思考，一些弹性的方式去达成他的目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会试验尝试错误，他会推理。那所以我们应该是说，在学生的学习的过程里面，应该鼓励他从内在动机去学习一件事情，而不是从外在动机去学习一件事情，这样的情况比较能够激发学生的创造性的思维。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过度的强化外在动机，会有一些风险存在。也就是说，通常创造是在一个高度的内在动机，自己想要完成一件事情，不会受限于外在的期待。但是我们如果过度的强化外在动机，譬如在教室里面给太多的奖赏，或者是给一些处罚，通常会减少内在动机。那在这个情况下，预期自己的作品、自己的想法或者自己的作业会受到评量，会受到给分数，会大家打分数，通常这样表现出来的创造力远不如那些未受评量、预期评量的人。就是说，我们跟学生讲，你这个东西等一下我们要打分数，那学生的创造力马上就大幅的下降。那如果不去提醒这件事，他可能会比较自由，出于自己想要完成这份作业而比较有高的创造力的表现。另外像奖励契约，就是说如果你做得好，我就可以给你多少颗星星，这样也会降低创造力。那是因为外在动机会使人把注意力放在外在的目的，也就是说我完成这件事情，我会常常会想说这个老师喜不喜欢，这个爸爸妈妈喜不喜欢。当你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外在目的的时候，你就刚好跟我们内在动机完全相反。我们创造的时候必须能够超然于外在的环境，才能够不会受到外面的压力的影响，或者外面的评价的影响，而做出一个大家都已经熟识的东西。那这个刚好跟我们的创造力刚好是相反。所以在教室里面不应该过分的强化外在动机，而减少的学生的学习的内在动机，而限制的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另外一个影响创造力的因子是创造力思考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大脑是如何思考能够想出新的想法。那心理学家大部分会把创造的过程切成两个步骤，第一也就是生产探索模式，那也就是说创造是一个想法或解决问题方法的产生，然后再之后才是其后的深入探究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的创造基本上大概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阶段是生产阶段，第二个阶段才进入探究阶段。那生产阶段主要是要综合转化既有的想法，以便产生新的创意，也就是新的 idea 的产生。那有 idea 之后才进入到探究阶段，也就是检视这些新的想法的特质跟内涵，或是它有什么样的限制。例如说我们在设计一个新的家具的时候，我们可以组合一些熟悉的概念，例如说书桌，然后加上一些新颖的概念，例如说树木，然后变成一个新的完全新的概念叫成长书桌。那这个是产生新的想法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生产阶段，也就是生产出新的想法出来的阶段。在之后才去探究细节，检视这个新想法到底有什么限制，它的特质，它的内涵是什么，例如说我们应该如何设计，或者说市场的接受度等等。所以大部分都会把创造力视为一个生产跟探究的两个阶段。有什么样思考的技法可以帮助我们进行这种生产跟探究的阶段？这边举的大概三个方法，比较常用的三四种方法，像是扩散性思考、脑力激荡、概念衍生的能力，或是思考帽这样的技法。好，那什么是扩散性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尝试让学生尝试去将一个特定的概念扩散连接到不一样概念的这样的活动，也就是从一个既有概念连接到不一样的概念，或者联想到不一样的概念。例如说我们手机可以做什么，我可以打电话，可以照相，可以做行事历等等，相关的概念可以连接到手机的相关的这样的概念，做一个联想，就是让学生可以从一个地方扩展他的思维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那我们做这些活动的时候，必须要能够考虑这些反应，这些学生的答案是不是具有流畅性、变通性、独特性跟精密性。那什么是流畅性呢？就是说学生有没有产生大量构想的能力、大量想法的能力，就是在一定时间内，他所有能够产生的答案是多少，是有多少。那这些就是他的流畅力，就是他能够联想到不一样概念的能力。那第二个是变通力，也就是说他学生可能可以举出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反应，但是这些反应的类别到底有几类？那譬如说打电话，这是沟通的。好，照相这是留念的，那这可能完全不一样的，对手机不一样的想法，那这可以分为两类，那这是变通力，那独创力就是学生这些反应到底有多与众不同，是不是很少人可以想到这样的一个想法，那这是独创力，那最后一个是精进力，就是说这样的反应是不是他经过仔细的思考之后才想出来的。它的精致化程度是多少？它有没有考虑到很多的限制？那基本上在做这种扩散性思考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几个面向。那有些学生可能会产生很多不一样的答案出来，但是他是没有独创力的。所以我们在做学生在做这种扩散性思考的时候，必须要能够让他们知道独创力的这种原则，那也知道说可能要举出不一样变通力，就是说。不要都是同一个类别，可能要超越某一个类别，进入到另外一个类别，比较能够思考出不一样的想法出来。那第一种创造力思考的常常用到的技法是脑力激荡，那这是一种比较社会化的方式。那它基本上就是一群人一起产生新想法的活动。那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常常一堆人，我们来脑力激荡一下，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想法？那这是脑力激荡。但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必须要掌握住的，就是脑力激荡必须在非批判跟非压抑的气氛底下，才比较有效果，也就是它才能够创造出不同的想法。那如果在一个脑力激荡的过程里面，一个 A 提出一个新想法，那 B 就马上说，这个想法不可行，它有什么样的缺点，那基本上这是一个批判。那但是我们脑力激荡基本上是一个是生产阶段的一个技法。不是在探索阶段，所以脑力激荡应该是鼓励越多越不一样的想法越好，而不是去批判既有的想法或者别人提出来的想法。所以因此，在这种生产阶段，不应该先进入探究阶段。初期的探究行为会压抑新想法的产生。那大部分我们都会用一些简单的工具来做脑力激荡，譬如说我们用便利贴贴在墙壁上，或者是在黑板上面写下新的想法。那这些都是脑力激荡的一些技法。那你也可以利用简单的工具或电脑工具啊，大家可以 po 不一样的想法上去，那就可以有不一样的效果。那让大家很容易的去贴想法、分享想法，这些都是脑力激荡里面就必须要注意的。第三种技法是概念衍生，好，就是说基本上是连接、组合、转化或者简化既有的想法，来产生一个新想法。这很有名的一个例子是心智综合，那这是一个将两个完全独立的两个概念组合起来，生变成一个新概念。那在这个技法上有很多可以参考的，像譬如说将两张投影片啊，两个投影片是独立的，然后把它重叠在一起，可以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的组合。那因为它是 random，它是随机产生的，那我们从这个里面就可以。超越出我们现在两张投影片既有的想法，变成一个新的想法。那这样的心智综合基本上是根据希腊神话 Genesis 这样一个希腊神话里面的人物，他有两个头，那两个头会想到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之后再怎么把它组合起来，变成一个新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刚刚举的例子，书桌跟树木就变成一个成长书桌，那这两个是完全独立的，书桌跟树木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那综合起来就变成一个成长的书桌。那心智的综合把两个不一样的概念连接起来，通常两个概念如果是矛盾的、不相容的，两个组合起来比较会有创造性。那如果是相同，譬如说树木跟树叶本来就是相同类似的概念，你组合出来的可能就不是一个很新的想法。那所以这个东西就超越我们一般既有的联想的习惯，利用 random 方式的去组合啊。或者是综合，或者是简化，
啊，这些都是可以产生新的想法，这是概念衍生的能力。那另外一种常用的技法是思考帽，那思考帽基本上就是讨论的时候以不一样的帽子颜色限定思考的方式。每一个人在思考的时候，通常会有既定的习惯，有的人习惯比较乐观的看法，好，就会想到一个正面；有人会比较悲观，会想到一个想法的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那这是个人的习惯，通常我们的思考习惯也会受到这个限制。那思考帽基本上就是让每一个人用他头上戴的帽子的颜色，限定他去用那一种方式去做思考，比较能够突破他既有的思考的习惯，能够有不一样的创造的思维出来。例如说红帽子，那这个人戴上红帽子必须要用直觉思考，也就是对事物提供情绪性的直觉反应，不要想太多。比如说你对这个垃圾桶，你觉得啊它就是脏，那他就是把他的反应弄出来，他是很愤怒。那这是一个直觉思考的，那他可以对不一样的 idea 提供一般人们对他的直觉的反应是什么，提供给创意人别人的反应是什么。戴上白色帽子的人基本上就是资料思考，就是尽可能提供所需的资料，那并不会去思考这些资料所代表什么意思，那并思考还缺少哪些资料，他尽可能提供越多的资料，那这是一个资料提供者的角色。戴上黑帽子的人就是批判思考，他尽可能去批判一个概念、一个想法可能引发的问题是什么。借由这种戴上不一样颜色帽子来做不一样的思考，能够突破个人的思考的习惯，比较能够达到创意的思维。我们刚刚讲到的都是个人的创造力，就是一个人如何思考，一个人的领域知识，一个人的内在动机如何影响一个人的创造力。另外有一个议题是社会创造力，就是在社会的情况底下，创造力如何表现出来？那这个就是社会创造力。那基本上创造力并非只是牵涉个人的知识、动机跟创造力的思考技能而已，有更多的情况是在透过人际互动而创造出来的产物或新想法。这跟我们之前所提到合作学习的理论是一致的，就是透过社会互动能够得到更好的观点。这也就是从皮亚杰的社会建构理论，或是 Vygotsky 的社会文化理论里面得到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专长的部分，那跟别人的专长不跟我们自己不擅长的地方，能够演化出一个更好的新的想法、新的观点出来的一个理论是一致的。那在社会的情况底下，其实社会的环境对一个人的创造力是很重要的。第一个是因为社会环境提供创造人评估个人创意产品的机制。也就是说，它可以使我们更精进个人的创意产品。譬如说，我们小朋友投稿，那投稿到譬如说《国语日报》去，他就可以审视自己的作文新的创意是不是被接受。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够审视个人的创意产品，让他自己更多的反思。第二是社会环境可以支撑个人创造的动机。譬如说，现在很多人都有自己的 Facebook，那在 Facebook 里面，你会发表很多的文章，你新的看法。那因为有别人的有观众存在，所以会支撑你去维护你的 Facebook 或是你个人部落格的文章，那这些都是会支撑你个人创造的动机。所以呢，学校可以多利用一些网络社群来活化学生的社会创造的能力。那接下来我们来举一些创造式的学习教案哈，这是用科技来帮助在一般的课程里面实施创造式教学的一些案例。科技辅助创造式学习基本上是将学生放在学习活动的中心，那也就是说不是由老师来授课，然后学生来吸收，学生来写作业，这样单纯的教与授、教与学的过程，而是让学生自己去创造进行学习。那这种创造式的学习着重要在让孩童想象、组织、实现跟反思的过程。那因为学生必须去想象，那必须去实现出来，所以能够深化学习的兴趣跟深度。这样的一个想法是起源于建造主义，那这是 Samuel Parber 在 MIT Media Lab 的一个教授所提出来的。那建造主义是什么？它是主张学生最深刻的学习是在什么时候发生，是当学生投入建造一个大家看得到的东西的时候，它能够产生最深刻的学习。那创造式学习就基于这种建造主义，让学生去建造一个东西，也就是让学生去想象、组织、实现、反思。
的过程，那进而深化学习的深度跟兴趣，从而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好，那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我们怎么样社会创造式的学习，让他去学习英语？那基本上以前的英语就是老师授课，然后学生背起来，然后附送，然后去考试这样的过程。所以基本上是老师教，然后学生学的过程。那我们基本上要让学生进入一个自主阅读英语的习惯，所以我们会让学生去进行英语绘本的阅读，自己去阅读，他必须自己进行一个创造活动，也就是他必须用任何的媒体去把原来的东西转化，自己写成一个故事，所以用文字或录音的功能进行故事绘本创作。那这个时候如果结合社会创造的理念，就是使用网络平台，就譬如说 Web 2.0 的平台，让学生的创造，他所创造的英语绘本可以上传跟同侪发表，那就能够达到社会创造力的这个模型。那有现在有很多的东西都可以做这些事情，像譬如说你 iPad 或者是一般的平板电脑，那有绘画，那一般绘画你也可以一些录音，那你就可以用这些录音或者是录影的方式，让学生的声音或是他的说的故事能够记录下来，或是他的绘本创作可以记录下来，然后也可以把它变成一本电子书。那电子书之后，如果我们经过发表，跟同侪的合作发表，然后分享，那基本上就可以增强他创作故事 的动机，那也可以让它变成一个互相学生之间互相的评估、互相的评分，好，这样也是一个激发学生动机的一个学习方式。那我们就把它放在网络上，那学生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到彼此 的电子绘本，他英语绘本，那创作故事，然后并且把它变成大家都看得到，包括他的爸爸妈妈、他的朋友、他住在很远的姑姑阿姨都可以看得到。那这种公众可读作品就会吸引学生去继续创作的原动力。那学生在创作之后也可以，他这个英语绘本创作之后也可以在班上发表，那其他的同学可以给这些创作人一些回馈，你的发音标不标准，你的文法对不对，你的台风稳不稳，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创作的过程，那也是一个社会评估的模型，就是说他因为在社会的情况底下去创造，所以有很多观众给他回馈，他可以进一步去评估去改善他原来的作品，那也可以加入新的创意，让他的作品与众不同。那另外一方面，因为他的东西已经记录在网络上，他也可以把他的作品的一些元素放到他的日常生活里面。譬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例子，就是他的英语创作的绘本的图案，把它印制成他的 T 恤的一部分，那他就可以大方的展示说，这是我的作品，这是我的创作，那加深他的学习的内在的动机，他创作的内在动机，也加深了他学习英文这个科目他的动机。那所以让学生体验这种创造式的学习的乐趣，进而在学习中想象组织啊，实现了反思，能够转化他的学习经验。那但是这些在刚开始起步的都是非常缓慢的，因为学生基本上已经习惯了教与学，就是老师教学生学的这样的一个教学的模式，学生一开始进入这种创造式的学习活动的时候非常不习惯，他自己去创造的一个过程，他会遭遇到很多困难，但是因为他的遭遇到困难，他会一一的克服，所以也就加深了他的学习的动机，也让他的学习更为深刻。所以在教室中其实是可以实现一些社会创造式的学习啊。那在我们的发现是在学生的英语能力啊、学习的动机跟深度都有很明显的改善。好，我们刚刚已经看到说，我们在创造里面有影响因子就非常的多元，有社会的，有个人的。那在学校里面可以在一些课程比较综合的课程里面啊，譬如说现在在小学里面都有一些综合课，可以适当的引入创造式学习啊，譬如说语文课跟电脑课跟一些艺术课程可以结合，然后变成一个创造式的学习的课程，让学生去体验创造式的学习。那教师在使用外在动机的加强物的时候，在一般的教学的加强物的时候，必须适当的鼓励学生创造与自我实现，是出于内在动机的学习，不要过分的强调外在动机，增强学生他们创造的动机。那在教学的过程里面也要注意引发学生的思考，避免教学限制学生的创造能力。
那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善用科技啊，像部落格啊、多媒体工具，在学科中实现创造式的学习。我们这个单元里面已经知道说，影响创造力有哪些因子？社会创造力跟一些在课堂上使用创造式学习的一些案例。那我想各位老师都已经了解创造力的重要性，那也有一些怎么样在教室里面实施创造式学习的方法。那在不管任何学科，像语文、像数学或自然课，都可以适当的引入一些创造式学习的方法。我想这些对学生融入到以后的社会，能够有创造力，在21世纪里面，我们能够养成一个有创造力的学生，是对我们的社会是很有帮助的。谢谢各位。